见到过一个很厉害的，他用围棋把我的样子围出来，然后盯着中间三个点点，然后盯十秒钟，然后看天花板。我就出现在那个天花板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这个没得教，教了我也不会。这就是真正的技术流。旁白哥抱抱大叔吴子奇，拼出邓紫棋，本尊安赞，鬼斧神工磕豆腐，冒出逼真刘德华。这是一个苹果，如果我用牙齿咬上几口，在灯光下会有一个投影。那么只要控制好细节，就能雕出一个人像。哎，所谓高手在民间啊，名为方远大叔的艺术家，凭六大绝技成为网络上风云人物。这是一卷胶带，由于光的折射，胶带会变成这个颜色。产生了色彩明度上的变化。理论上来说，只要有明度变化且形状的细节可控，再算好透视上的关系，我就能用胶带的反光来画画。根据入射角等于反射角，找到合适的光源，于是便得到了它。不屌了。大叔可以用蒙娜丽莎刺个自画蒙娜丽莎吗？安排。可以让林俊杰出现在我家天花板上吗？安排。JJ 画好了，接下去看着中间的四个点，集中注意力。是他最红的一招是视觉战流，这副片看起来都不怎么样，以为他这下翻车了，没想到盯久了再往天花板眨眼，有鬼啊！不不不，是有接着啊！这招也让邓紫棋惊艳不已呢。我见到过一个很厉害的，他用围棋把我的样子围出来，然后盯着中间三个点点，然后盯十秒钟，然后看天花板。就出现在那个天花板，哇，这个太厉害了！想学啊你？我教你啊。这个没得教，教了我也不会。这就是真正的技术流。三立娱乐新闻，你有病！报道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吴宗宪 ，Jacky Wu 宪哥来了。我是哪个？我是哪里？我是小 S， 我是姜文雄，是欧巴桑陈美凤，我是黄子怡，我是郑慕辰，我是萧敬腾，我是你的 Weekend Boyfriend Kevin 廖博雅，我是艾薇，我是兰兰，我是 Weekend， 我是林真义，我是志熙，我是陈君，我是陈卓一彤。圣诞跨年又到了，你们想好圣诞跨年要去哪里过了吗？想要获得我的圣诞跨年交换礼物吗？彬宏的话呢，有准备的礼物要跟大家交换一下，用点心思，用点情感。准备的厉害啦！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马上下载娱乐新闻 APP， 或是上三立新闻网参加投票，请到三立新闻网来投票参加。上三立新闻网投票，就有机会获得我的交换礼物哦！加入我们的交换礼物，我的礼物非常好哦，很健康，很有 feel 的礼物哦！赶快下载，祝你得奖 ，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！祝大家圣诞节快乐。 OK, Happy Christmas and New Year. Merry Christmas.